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延伸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345集的播出。今天网路我们又很热闹了，有新的投票活动，大家投票为真佛博瑞藏加油，他的口号希望大家投票投这个口号，等一下呢会在网络上为大家说明哦。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一个比较少听到的咒，不动佛阿处如来，它代表大圆净智，它可以开启我们的智慧，而且会去除我们的心魔，会让我们的心安定啊。不动如来的心咒啊，圣号心咒，我们来祈请根本传承加持，祈请不动明王放光助照。圣号心咒，我们同时做网路的直播分享。
还没有分享完，再请大家耐心等候。我们再唱一次，这个歌比较短哦，是阿处如来的心咒哦。大家好，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路直播读书会，今天是第300多集的播出，345集的播出，太多集了，有点乱掉了。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，哇，影子有看见金色的光耶，黄金掉满地，因为今天我要举办一个黄金掉满地的活动。为真佛博瑞藏加油投稿口号活动，你参加了吗？等一下在直播的时候会跟大家再继续报告。呆萌师兄虚妞林轩又是不是你这个要你妹妹加入我的Facebook 哦，其实就在我的脸书最新贴文哦，就是留言说上次我有话跟你讲，然后我的 Facebook 请到 Facebook 私人讯息，我就会知道了。有时候 Messenger 太多讯息，我也发很多讯息，通常们也发很多讯息，讯息太多了，怕把你的漏掉，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要讲了。好，银铃娟，我们看现场同门啊，丹丹丢你好，丹丹丢，我今天有在你的脸书贴了一个真佛博瑞藏的影片，对不对？以后你转贴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是脸书哦，跟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大家怎么转贴我们的讯息，到你的脸书，对不对？你要转贴，这个是我们的脸书，对不对？
旁边有一个分享的按键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分享的按键，你按下去，然后呢，按第一个哈，就是说分享脸书，它就分享出去了。然后想要加入网路直播通知，这个红色的按钮有没有？嘿，在这个诶，因为是自拍效果，所以在这边哈，红色按钮按下去，诶，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不是红色按钮，另外旁边还有个按钮哈，另外旁边有个按钮，哎，你按下去，啊，就会有直播通知哦。听说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讲错了。好，监管蛋，连娟翁啊，陈怡云对不对？王国会啊，王国会是这个什么啊？王国会是上次新咒12000遍，刚完经50遍啊。英灵娟 ，Diamond， 丹丹丢，以心亮亮，刘慧芳，绿熊黑是。刚王经50遍，大家都很精进加油，而且你们哈、哦、这一次的回向 PN2.5 的活动啊，已经报告师尊师母了。然后在这个西雅图，我下礼拜一就要到西雅图了，会在到西雅图之后，会把整个我们最近我们众同门，不管是义工或者同门啊，在我们网络世界里面，在真佛天空新闻台读书会。一切护持法务的活动，包括注印经书的、取名字活动的、护持真佛不退藏的活动，都会跟师尊师母很完整的再报告一次，并且祈求加持哦。我这次要特别祈求师尊加持你们哦，所有护持我们这个网络活动的同门都要得到师尊的加持哦。大家说好吗？Nancy 啊，那个优美来是四加行一台，三字星座8000，金母星座108，大白伞盖108，准金刚108，回向啊，还有阿龙、罗丽华、Alice Dan 啊、蔡蓉蓉啊，还有丹碧浪，对不对？啊，东周你好，哇，我今天有到你脸书去看你哦，哎。哦，上师心咒2000遍，哎，有时候上师会造访你们的，造访，哎，不是造访，造访你们的脸书，嘿，好，高丽丽，哎，苏金蛋2160，百字明咒常咒70遍啊，陈怡云啊，哦，梅莲啊上来了，丹丹丢啊 ，Hugh Kingbook 啊，刘亮是不是 ？Nancy Edison 啊，就是立怡宝的。买一杯 SKYMIN 对不对啊？还有余正宏，哎，也是我们的义工干部哦。肖佳宇哈、哦，我到你的脸书也贴了很多我们的那个脸哎，我们的讯息报道，谢谢你哎。有些我记得，有些我不记得。哎，哦 ，Vicky Fan 啊 ，Lee Xiong Han 哦，陈青梅也是都很护持的。You May Like So Gin Down 啊，黄静怡哎，我有看到你的脸书。有贴到我们的讯息 ，Obin Lin， 哎，还有这个谁，我有没有漏掉你们？哎，有贴我们讯息的，我漏掉名字的，嘿嘿啊，东周啊，上师新咒短咒2000遍啊，好啊，哇，还有谁啊？这个Wong Ng Li Xiong Han 啊，啊，谢上师 Diamond 哦 ，Diamond 也是很护持的 ，Diamond 常常贴我们的新闻台的，还有脸书的讯息来大力呼吁哦。谢谢 Diamond 师兄，徐慧玉也是哦 ，Dan Cindy 哎，黄宇轩，我很想要记住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啊、哦，哇，陈怡云、军官蛋啊，还有这个谁 ，Sim So Huang 啊，我有到过你们脸书 ，Judy 啊，黄宇轩，哎，很精进的哦，每次都大力金刚星咒进鬼咒，108，上师星咒10000，哎，变今天500，高王经520。真佛经5遍哈、哦，哇，好像都念不完。今天人好像很非常的，啊、哦，金光满满，祈求师尊加持。对我一定要祈求师尊加持你们，因为，读书人口不多，哈哈、哦、这个是一个大环境啊，台湾的书店都好像要关门了。读书人口不多，能够看这个，能够来上新闻台的。来看读书的真的是非常的感恩、哦、所以呢希望师尊加持大家、哎、希望大家继续护持健康平安平安快乐而且发财Alin Sam 丹 Dex Sam 也上来了然后、哎、我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黄以璇说、哦、你的朋友父亲过世了
啊，他的小孩哦，看到外公的遗容之后，晚上哭闹不肯睡，然后就是哦，你用那个金刚杵来帮助他，让他隔天好睡的这个经验。好，我现在在这个你们读书会之后，有的部分同门我会跟你们留言啊回应，啊，那就是你很虔诚的祈请师尊加持，嘿，那师尊的加持力帮助你，帮助这个小孩。肖佳宇说，哎，到这个 Brazen 网页之后，哦，按那个会员注册后会跳到输入会员的资料页面，除了昵称不可以填，其他栏位都要填及选择。啊，谢谢肖佳宇，你把那个你进入啊真佛不锐藏的经验啊告诉大家。昨天我们在直播有介绍到真佛不锐藏，没想到现场有些人他有进去过，有些人呢卡在门口，呵呵卡门，有首歌叫卡门，卡在门口进不去。有的人登记了，但是忘记密码哦，那这些人怎么办哦？在今天的我们的真佛天空新闻台的脸书。哦，特别诶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工作到凌晨2点，跟真佛不锐藏的这个律师哦联络了，然后他寄给我一个 YouTube 影片哦，整个这个你如何加入会员的影片贴在今天的真佛天空新闻台哦，现在有几十个人，将近100个在分享哦，那有一些也是我帮忙分享的，诶，但是有几十位的同门。一直在分享哦。那你们如果不会加入真佛天空新闻台，加入真佛不锐藏哦，请看结束之后看今天的脸书，新闻台的脸书有影片哦，整个影片告诉你。但是如果你还是不熟悉的话，你把那个资料就写在回应栏吧。然后我有空的话，我也会请不锐藏的团队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怎么样。好，有的人说啊，上次我密码忘记了，其实在首页真佛天空新闻台，欸，我一直讲真佛天空新闻台讲习惯了，真佛不锐藏，欸，我看看，哦，真佛不锐藏，哦，它的首页，哦，现在是要上到真佛不锐藏的首页，欸，我进到会员了，好，这个是真佛不锐藏的首页，最下面你给他看，再看哦，这最下面这个有一个信箱，有没有？嘿，这个信箱就是你忘记密码了，进不去了，有问题了哦，你就可以写信给他，那按一下送出去。啊，如果再按下去再送不出去的话，那嘿嘿嘿，哦。再怎么办呢？其实我们在手机的网页浏览器有时候浏览太多网页了哈。像我，你看哦，我这里我浏览了，才两个索引标签，我浏览了两个网页，好，这边有个索引标签在很小的地方，好，你注意一下你的浏览器是不是浏览了太多的网页，要把它关掉。嘿，那浏览器的网页哈，清除记录。在你的手机找一下，不然就叫你的儿子、同门邻居好友帮你找一下如何清除浏览器的记录啊。其实我们的手机你不要以为一直使用就很顺，为什么会卡卡的？看直播为什么会卡卡的？因为你是卡门Lady Gaga，你一直滑手机啊，这个滑手机有残余档案啊，脸书、奈、袜子都有残余档案。所以呢，为什么我个人的手机我会用一个这个东西来清除？这个旁边有一个扫把的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扫把的记号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清除手机的哈，哦。我看这个是叫 Clean Master， 哈，哦，你去 APP 下载这个 Clean Master， 我看看有没有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看，好像还不是很清楚，哦。Clean Master， 反正就是清除手机空间的 APP 哈，那 Clean Master 我把它按下去就是一个扫把，有没有？然后清除垃圾，哇，你有这个清除垃圾对不对？你给它按清除垃圾哦，你按下去，它就会开始帮你清除你手机上的各种垃圾，哇，你看清得很快。你在看读书会直播，你有没有清除过垃圾？然后把它按一下，哇，它就给你哇，垃圾清完了，有没有？那你滑手机也会很快，但是这个游戏千万不要玩，里面有鬼，
不要玩啊，这个手机这个游戏很多对不对，我就把它按掉就好了，然后就剩这个，然后再回到上一页，哇，哎，我是简单介绍一下，再回到上一页，它还可以让你手机的速度加速加快，现在已经加速到60%，哎，60%的一键加速，哇，他说加速好了，哇，然后又有游戏对不对，游戏的话你按旁边这个对不对，分开的网页，再把游戏按掉，不要看游戏，看了之后，哎，会中毒，不要看。好，哎，顺便啊，要介绍手机，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你们现在最近回向 PM2.5 的，哎，今天台湾的空气是这样子哦，有绿色，有黄色，都还不错啦。绿色是标准的，黄色是稍微一点点的，嘿，都还是不错的哈。好，等一下如果还要报告的话，再跟大家报告。哇 ，Alistan 啊 ，Ken 对不对？你写的那个诗，我们已经帮你记录了。哎，对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萧佳宇，你写的那个到真我博瑞藏网页之后，按会员注册之后，跳到输入会员资料，除了昵称可以不填，其他栏位都要填及选择。你再告诉我们你在申请真佛博瑞藏会员的经验哦。好，然后呢他会问你说要不要收到真佛博瑞藏的电子报，因为这个电子报会 email 到你的信箱，要点选说要，之后呢就会收到讯息，发出相关的讯息，输入验证码确定之后不久就得到，只几分钟就可以注册 email 了、哦、在今天脸书的贴文哦，萧佳宇告诉大家的，嘿，那个你想要加入真佛博瑞藏会员啊、哦，我们今天呢有贴出使用的办法，慢慢去那边按赞、分享、转贴，贴到你的脸书，忘记了就拿来用一下，忘记了就拿来用一下，而且是护持师尊的呼吁哦，这个你想要发财吗？你想要改变命运吗？你想要得到传承加持吗？听师尊的话就得到加持，嘿嘿。好，再来黄静怡说，上次用心经营读书会给大家满满的能量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的鼓励。好好，然后呢现场还有很多同门对不对，哇 Alice Dan 军官蛋哈哈 LWS 啦，阿 Ken 啊，廖金蝉师姐啊，丹碧浪，对啊，所以我常常熬夜，最近都是2点多、3点多才睡觉，嘿嘿嘿，啊，那这个怎么办啊？拍名啊，嘿嘿嘿，所以哦，这个希望用这样子的精神，诶，我们把真佛博瑞藏哦，这个按照师尊的法教把它推出来，诶，那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很多是看手机的。嘿好、哦，聊天的，滑手机聊天玩游戏哈拉的，还有贴吃的，哎，还有贴玩的，哦，这个是你们的休闲活动啊，那这个无可厚非。可是呢，既然我们的师父告诉大家一定要支持，哦，我们不是师父，不好意思，每次让师尊讲，嘿嘿，对不对？那师父有讲，我们就努力去做，我们就护持，不然什么叫做请佛注释啊？请佛注释，阿佛讲的话要不要听？对不对？你们说要不要听？要嘛，对不对？嘿，所以师尊讲哈，弟子如何得到金光闪闪，嘿嘿，最大的福分啊？第一个请佛注释，第二个你听师父的话，嘿，得传承力。传承的加持力，哎，还有那个你也是师尊的侍者，哦，所以有一次师尊不是开始讲嘛，你当他的侍者，哦，就算你忙到没空修法，可是师父的法乳会灌顶你，给你加持，因为呢你都是在服侍师尊的，所以说哎你很远啊，离师尊很远，可是师尊讲的话你去执行，你去做，你去护持。对对，再困难你就突破，那个会员很难申请了，你就去把它申请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反正明天礼拜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明天礼拜天，哎，你的孩子啊、孙子啊，谁都来，你就过来问，哎，真佛博瑞藏怎么加入？你总是要会，你先加入会员，再来你就是下载书，然后进到书包，哦，那个字很大哎，一定得到师尊很大的福分加持。因为师尊哦，
我从来没看过师尊对一个网站哦，鼓励到讲到这么多次哦，你们都每个人都有听到过了，大法会也讲，平常的法会也讲，怎么能够不护持呢？对不对？有时候我在讲真佛不会障啊，有些人，嘿，可能还差一段距离，还不是很熟悉，嘿，所以呢，可能需要有一些耐性，哎，所以咯，每次读书会我都要讲，啊，感谢大家包含我的唠叨。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？啊，玄秘的力量啊，阴灵复现的救度，就是那个人快要死了，哎，然后呢，你这个在临终往生，那如何帮助这个人？如何帮助这个人能够得到超度？好、哦，阴灵是阴间的阴，灵魂的灵，好、哦，恢复的复啊，展现的现，阴灵复现的救度，他临终了，你怎么救度他？那人死了之后，嘿，他的心念的力量不一定每很快就消灭，就消灭了。嘿，我妈妈那时候。在这个台北的医院，他往生的气断了，断气了，心脏也停了，就是死了嘛，还没有。好，他那个心电图哈，他就是那个心跳的心电图，最后要离开的时候，他还会闪一下哈。那其实人的心脏停了，呼吸停了。脑还没停，为什么意识还没停？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啊哭啊阿妈啊阿爸，我想你啊、哦，你真的是吵死人，哭死人哦。所以哦，临终师尊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渡过生死的大海》啊，每一个人都要了解中英文教得度哦，这个临终得度的方式了。所以师尊讲，心脏停止，血液停止，心念念力的念呢，它仍然还在。灵魂脱离肉体的时间大概多久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讲七七49天，好、哦，师尊讲是3天半禅定日，在这边师尊讲，灵魂脱离肉体的时间是8小时到48小时。48小时是几天？2天的时间，慢慢脱离哦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在刚往生的时候呢，当然在医院他会把它移动，但是呢，尽量还是不要太大的刺激，嘿，哦。然后他这个人不要旁边的人不要大声的哭闹哦，一定要安静念佛，还要引导他。嘿、hey, ，那这个师尊讲48小时过后，这个人往生才算是心念真正的死亡。所以我们讲说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生死是成住坏空的大循环，人是活在死亡的边缘，可以说是跟死亡做邻居。所以呢，你能够保证你一直活下去吗？师尊讲，躺在床上哦。躺在床上你都不能保证今天上床然后明天就下床，有人看电视刚好呢被外面的电线杆打到，为什么？因为那天台风刚好一个风吹过来，啪，那个对面的不是电线杆，那个叫做是不是电线的天线的那个工具呢？哈，挂在外面天线的那个工具，那个竹棍的，那个铁棍的叉子，刚好因为台风，然后穿过玻璃把它打死。看电视被打死，坐马桶也会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有高血压，有中风，一用力，然后就坐莲往生。哦，那这次那个南部水灾，那老人家下床在自己的家被。水淹死，因为床的周围都是水，然后他行动不方便，一翻个身，然后那个脸朝下就活活的淹死。所以人命真的是很无常，所以你在这种无常的生命里面，像我去年我是面临过我的生死大劫，嘿，人家读书是200到400，我是2000到4000，嘿，死亡率高达20%，嘿，那个
急性的内脏的发炎，后来是师尊把我的命救回来，嘿，所以呢，再等到我再来这个人间，嘿嘿，哦，会觉得说应该要珍惜这些的生命，做有意义的事情，哦，所以你也是活着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刚好今天呢，我们真佛天空新闻台还有脸书，尤其我的脸书贴了一个活动，为鼓励真佛博瑞藏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希望邀请大家投稿口号活动，口号啊，什么叫口号啊？以后我们读书会都对我每次都会开头都会讲啊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好，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以后再加上你们的口号，嘿，现在呢已经有十几个人已经投稿了，嘿，那投稿这个护持真佛博瑞藏的口号，我们要把它打响。然后这次我要跟师尊报告说，哇，这个是我们大家投稿的这个口号哦，哎，师尊一定很觉得很有趣，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口号啊，比如说，那个谁，梅莲他写什么？真佛博瑞藏推广文集一级棒，诗词歌赋样样齐，快来加入与下载，一机在手，不必忧，整套文集全球游哦，对不对？我以后我读书会直播，我除了喊我们的台名，我们的读书会会名，我还要喊护持真佛博瑞藏的口号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哦，那这个口号的形式，嘿，反正在40个字以内的，然后你们赶快去想啊，读书会完了之后，你赶快去想，想完之后就贴在我的脸书或者贴在新闻台，然后呢，目前有十几个，我不知道明天可能20个、30个到几十个，然后大家后天礼拜一投票，哦，投票来表决，看哪一个是第一名。第一名的啊，还有你们所有投稿的名单哦，我告诉你们所有投稿的那些名字，我都会给师尊看。师尊，这个梅莲写什么？这个李雄燕写什么？陈小慈写什么？我通通会给师尊看的，所以你们是自己要写哦。嘿，我先念几个给你们听哦。所以呢，今天、明天是到明天晚上12点是投稿时间。然后呢，礼拜一开始投票，我们会编号码，可能每个人大概3个到5个吧。如果太多个哈，我怕我们没连续写登记的会很辛苦，嘿，所以你们选个3个还是5个，我到时候看看的数量怎么样，我会跟没连师姐再讨论一下哦，看要选几个号码，嘿，好，那个谁，薛雅芳写说什么？支持真佛博瑞藏口号，真佛博瑞藏可真智慧。向人照光明，推广文集多，造福全世界。我赶快给你按赞一下。还有这个谁？陈小池，他讲一机在手，整套文集随身，真佛博瑞藏助你实现梦想。你看这个口号好不好听？哦，那个是Shino Lin Xuan Yu， 他说真佛博瑞藏具成道显密，开悟得证之要诀全都在这里。你看这个口号很好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你们希望我念哪一个口号？Lisa Jen 是支持投稿支持哦，真佛博瑞藏佛法总包含博瑞密多经，若能常观看，藏者大智慧。所以你们在写这个口号的时候呢，在40个字里面要加，里面要有真佛博瑞藏这5个字哦，要表示我们是在那个推广真佛博瑞藏哦。还有这个梅莲写真佛博瑞藏一开，光明智慧自然来，很简单扼要哈。还有个闷兄亮，他写，真佛博瑞藏开卷入慧传，常含了义与不了义，道显密具足。哇，我看哈，我应该把你们的那个口号哈，写一篇专门报道投稿到真佛报，昭告天下啊。到时候你们哦，赶快去参加，有参加有加持，有黄金加持，有福慧加持。你没加持，你没有参加，你亏到了哈。其实呢，不管投票成果怎么样，我觉得有参加都有加持哦。然后呢，还有谁？我看投稿那个谁，哇，
那个 Amy May Lotus 说，真佛不锐藏，佛法如浩瀚，进入光明顶，智慧自流露。嘿，哦，都有押韵的哦，嘿，写得很棒啊。黄子斌说，真佛不锐藏是往生净土、超生出谷的捷径。哇，嘿，这个要求往生，我也是要想要求往生的。哇，阿拉汉翁阿訇他写说，哎，真佛不锐藏，佛法心中藏，妙语度众生，福慧悉增长。你看，哇，一个写得比一个厉害。这个老钟写真佛不锐藏，越看越明朗。还有一个那个阿 Ken 写的哈，因为是你在你跳到另外一个，所以在这个网页我们一样有给你记录啊。这个只是说以上我跟大家介绍你们投稿的盛况，等一下还没投稿的赶快，有师尊加持哦。我来看同门的留言，哇，妈杰尼妈，嘿，好啊，杨凤梅，俊雄说四十法五十颂第三十五条，常听后根本上师的差遣，牢记根本上师交代的事，没错，哎，谢谢俊雄，一定要牢记根本上师交代的事情，好，尽力去完成。所以师尊在大法会已经跟大家交代了，要加入真佛不锐藏的会员，嘿，这个事情你们去做就得到传承的加持。我不敢讲说哇，你们本末倒置啊，哎，你们没有智慧啊，像某人讲的这样啊，但是哦，你们一定要听师尊的交代哦，哎，这个哦是师尊交代你们真佛弟子要做的，哎，所以呢，除了修华，除了华务，还要加入真佛不锐藏，师尊交代的，哎，好，嘿，然后那个谁啊，西音对不对？已经说大家写得很好，哎，可能很难啊。我告诉你，祈请师尊加持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回去之后上个香，跟师尊禀告，师尊啊，我想要投稿真佛不锐藏的口号，请师尊你给我加持好不好？我很乖，然后等一下叭叭你就写出来了，嘿，信不信的话试试看就知道。吴秀吉啊，马杰尼玛，哦，苏先娟哦，只想写到一半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我觉得你们不一定要认为说最好的，我是认为参与就可以了，有参与的心，有表达护持师尊的心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你参加这个活动之后，接下来呢，你一定要加入真佛不锐藏，在第三个，在下一个任务，你们一定要加入我的书包，好不好？加入我的书包，嘿嘿，哦，加入就是把书下载，对不对？真佛不锐藏的。哎，我的书包有没有加入过？我昨天有介绍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那个看，哎，昨天有介绍过，对不对？真佛不锐藏，哎，你进到真佛不锐藏，好，这个是真佛不锐藏的网页，哎，它现在好，然后到了不管它哪一区，旁边都有三条杠，对不对？三条杠，你把它按下去，有个我的书包，哎，这个就是我的书包。我的书包是怎么加入的？都是从首页哈，有吗？这是我下载的书，有没有？下载很多本师尊的书。为什么我可以下载这么多书呢？因为我在我的书包里面，我都到真佛总集，这个叫做真佛总集啊。真佛不锐藏有一个网页叫做真佛总集，你看很多师尊的书。这么多书不用钱，你不看啥样浪费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下面就讲，下面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你要哪一本书？你想得到的书名写下去，一搜寻就有哦。你搜寻有了之后，在旁边按借书就可以了，这样懂吗？然后就会变成我的书包，嘿，比花中啊，好，雨欣，嘿，好，艾丽斯丹啊。哇，马杰丽玛啊，杨凤梅，好，然后呢，再讲到说，所以你吼、哦，应该是在趁活着的时候，能够尽量做法务，你就要尽量做法务，嘿，啊，有的说啊，心情不好，哎，我这个生了病啊，心情不好啊，去了医院啊，心情不好啊，好、哦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次在马来西亚，嘿。我因为我说过我吃了我中了泰国酱，泰国的辣椒酱，嘿，然后喉咙整个哑。那我这个做法会是要唱诵的，是要唱歌的，要唱佛号的，要主持法会，居然让我那个喉咙哑，
你叫我怎么说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照样做。哎，为什么我敢照样做？身体生病，心还是健康的。你下次生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，身体虽然生病，心还是健康的。我因为这句话，因为心为什么健康？因为心跟着师尊的心在一起，跟着佛菩萨本尊的心在一起，他们加持我健康。所以呢，做法会的时候，我声音哑，可是我照样用佛菩萨加持我的心灵去做法会，去演法，去演手印。结果呢，那场法会法流比平常还要强很多倍，而且我用很哑的声音，我声音虽然发不出来，可是我用我的丹田的气把勉强把声音发出来。一发出来的时候，同门非常的感动，很多人都听到流泪，而且我讲的又很多重点在里面，嘿，那很多同门都流泪，他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法会，那么的令人感动。那个就是在北马发现堂的法会，你们可以问一下北马的同门，那次我是怎么主持法会的。所以我再告诉你，身体生病，可是心是健康的。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观念？将来你往生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坏掉了，你的心有坏掉吗？如果你被你的身体骗了，你的心被你的身体骗了，你很难往生，这样知道吗？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这篇阴灵复现的救度。人的死跟人的生同样是列在痛苦的行列，因为死是乃不觉之解脱，生乃不觉之入世。那挣扎人在往生的时候，那个这个灵魂会从身体里面挣扎出来，可是呢，如果你执着肉体，我生病了，我这下子我很忧伤了，我生病了，我都不行了，你还可以观想师尊，你生病了，你还可以看师尊的 YouTube， 你不要依赖人安慰你。你如果活着你依赖人，你死的时候你依赖谁？我问你，你临终的时候身体病了，你能够依赖谁？对不对？偶尔朋友给你鼓励打气，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之后，马上就要反省，为什么我还要再等等别人来鼓励我？那一个生病的人能不能鼓励众生去做有意义的事情？所以师尊有一年，他不是蜂窝性组织炎嘛，脚生病了，然后呢，他也在法座上，有时候因为太爱大家了，他难过在流泪，他是一种慈悲的示现。身体病了，可是心没有病。你现在要给你这个观念，因为你这个观念你没有把它注意到，不要很扎实在心里，你将来往生的时候就很好看了。你会被你的身体骗了，你会被你的肉体骗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那时候很多弟子以为哇，师父生病了，不要让师父太辛苦，不敢给师父加持，不敢给师尊加持。师尊讲，当师尊要加持你的时候，你说不要不要，那个也是犯戒的。所以呢，师尊他早已经证得，他的心灵早就超越肉体了，每个弟子都是一样。所以呢，我那次我历经过的生病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去年这样子病了，今年居然中了泰国浆，可是我还要主持法会。可是我没有，我告诉你，我主持法会之前我还要忙网络金头脑活动，而且忙网络有时候忙到半夜。我告诉你，我在想说，我如果我现在的身体如果没有捐出来，我没有让我自己把忘掉自己的身体，将来我临终的时候，我一定被这身体带着跑。所以呢，我人会被自己的身体欺骗，而且骗得很惨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坚强，你真的是要坚强。所以呢，师母她的坚强的毅力非常的大。师母有时候熬夜两三个小时，当然我不是叫大家
都要熬夜啊，都要睡眠不足啊，不是啊，是说师母有时候会时差，或者特别有些很重大的重物，他在想怎么处理，他熬夜，哇，睡很少哎，啊，他几乎都没有午睡，啊，我们都还要小睡一下，啊，午觉都不睡，他精神哦，哇，哎，有时候他好休息的时候是我们大家一起坐在车上，他有偶尔打个盹，哈，打个盹，打个瞌睡。可是他在做法务的时候忘记身体，嘿，为法忘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这次叫你们，哦，这个参加真佛博瑞藏会员啊，加入会员啊，加入书包，你们要有为法忘躯的精神，不要一下子就想这个很困难，我做不到，我看不懂。我告诉你，谁看得懂？嘿，师尊文集，我这次看那个玄秘的力量，有里面很多东西都很深奥的，我也看不懂啊。可是你要祈请师父加持你嘛，你将来临终往生，你不是也要祈请你伟大的根本上师来加持你吗？哦，你不能说，哎，这个就是你还没有做啊，你就放弃了，还没有做你就说啊，我这个很困难啊，我这个做不到啊，我很忙，临终的时候啊，谁有空啊？是不是？难道阿弥陀说哇很忙，阿弥陀说哇这个很难接引？哦，所以不要被自己的身体骗了，再来不要被自己的那个意念骗了，凡事突破，好，哦，去做。而且师父就是要看你怎么做，所以呢，俊雄贴出来的很好。他讲说，四十法五十颂，哈，第35条，常听后根本上师的差遣，牢记根本上师交代的事情，尽量去完成。哎，师尊交代大家加入会员，哈，真佛博瑞藏的不会员，大家尽量去做，下载书包。而且呢，你不但自己做，自度还要度他，你还要告诉别人怎么做。好不好？所以新闻台呢有贴出来这个方法，哎，我熬夜2点做的嘞，你们一定要去看，好不好？啊，讲了一大堆。Christine Go 啊，功课刚修完，今年9月1号莲花顺业持了19988遍，哈，然后呢，哎，四轮心咒7遍，真魔经3遍，干王经7遍，啊，常咒尊胜陀尼咒，哎，这个都是非常的精进的弟子哦，单逼浪啊，也是每个月要去打针，嘿，哦。所以呢，现在你要去学习如何超越你，哦，你要如何去超越你的身体，真的，嘿，一定要坚强，嘿，当然啊，人身体不舒服啦，哎，嗨一下啦，让人家关心一下是无可厚非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你也要问自己，你什么时候你的心才会整个站起来？因为将来这关心到你的往生哦，好，已经说身体真的会生病，人吃的五谷杂粮一定会生病，亮亮也有生过大病，今年有眼睛开刀，哎呦，他一样很勇敢，哇，这么可爱的小狗眼睛开刀，在台湾的样子看过他都知道，他小鸡娃娃很乖，每年要抽血管检查，那个体型小的那个小动物宠物哈，他其实他因为我们家以前有养那个养狗啊，当那个有时候当买卖了，那个是还没学佛之前，嘿，体型小的动物哦，它的气是比较弱，嘿，它的气是比较弱，嘿，需要照顾啊，哈，悠带啊，心地累，对不对？干王经10遍，百字明咒长咒108，然后 WS 正魔经4遍啊，双心咒2000，四加行15坛哦，马吉尼玛、陈乔峰、Christine Go、哎、Edison 啊。还有诶，玛吉尼玛四加行一坛上日心咒啊，2550遍，2050遍，正佛经2遍，干王经10遍啊，回向。好，还有谁？黄以前听得很感动，呵呵啊，悔悟你好，秋秋妹，桂花娟啊，还有这个这个谁哇？哦，黄静怡哦，上次真的是生死关卡，手也受伤，感染发炎，心脏。哦，不舒服，一度没力，哎，我那个时候啊，我去年在住院的时候，哎，死亡率，我生的那个病啊是急性的，死亡率是占20%，哎，是一下子就要走的，那是我们师尊给我硬加持，我命救回来，所以大家都会走到生死关卡，那我相信你也是走到生死关卡，既然活过来，
你就要去学习无常，对不对？知道说哦，这个是无常，我要更精进，嘿，我要超越我的心灵，嘿，有这个经验，对不对？要超越，然后更加的让你的心灵把它恢复健康，然后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尤其是推广师尊文集。哇，单逼浪哦，每个月要去打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家互相关怀之余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说临终关怀的时候，将来你身重病了，谁要关怀你？你是要等着人家关怀你，还是要等着阿弥陀佛莲花童子关怀你？你只能一心的念佛。所以呢，师尊常常在赞叹莲灯上师，他那个病那个肺腺癌不是一下子结束的，竟然耗到3年5年，他还能够在病床上面打坐。嘿，你光看他的这个精神，他会吐血，会呕血的，嘿，那会没命的。但是他还能够心平静下来，嘿，那就是人在生病的时候，那个心灵会胡思乱想，嘿，妄念胡思乱想。好，黄静怡说真的更努力的，对，嘿，就是要加油。人在生病在不舒服的时候，当你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心魔就进来，你如何去面对？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很健康，你遇到无常的时候，心如何静下来？不要胡思乱想，讲得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平常一定要有读师尊文集的习惯，要去读师尊文集，然后呢，心里面给他默念或者小声念出来，要看师尊的文集的影片，要跟师尊祈祷。嘿，因为师尊的书啊，它是破魔的，破心魔。嘿，人最大的人，我觉得人最难超越的就是心的魔障，五蕴魔。嘿，我告诉你啊，什么叫做心魔？嘿，贪算不算魔？嗔恨算不算魔？那愚痴，为了一个情，然后在那边，嘿，在那边耗时间，然后心静不下来，只是为了一个情，家庭的情，什么的情，对不对？那个在耗损耗你的烦恼，让你很烦恼，那个都算是内心的魔障。人的心魔的内心的魔障比外魔还更厉害。临终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心没有办法被烦恼魔，没有办法超越这烦恼魔，没办法控制的话，那你将来你临终 往生，如果有人在旁边帮你助念很好，如果没有人，你心静不下来，一直在想老公怎么样，孩子怎么样，爸爸妈妈怎么样，财产怎么样，情感怎么样，法务怎么样，这个都是一种心魔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你如何去静下来？好，所以刚好很脆弱，听到师尊的开始，慢慢让自己灵魂精进。没错，嘿，就是在心灵脆弱的时候，你不要依赖任何人，你要去找师尊的答案。因为将来你临终往生的时候，告诉你，保证你一个人，没有人会陪在你身边的，嘿，只有师尊佛菩萨会在你的心灵，嘿，进到你的心里，但是你要呼唤他。当然我们同门大家彼此关怀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大家走过这个生病的这个病业，所有有经验的人到最后都要告诉自己，你要超越你的身体，不要被身体骗了，然后能够更精进，超越这心灵的魔障。好，中金中，还有 Elistar， 我刚才接这篇不知道能不能念得完。哇，剩5分钟许慧玉，我儿子也经过生死关，3岁到16岁才慢慢康复，当时的你真的是生不如死。你看亲人，嘿，亲人给你的那个情，那种烦恼一起来，我告诉你，像火山爆发一样，会狂乱的，生病会狂乱，亲人怎么样会狂乱，还有无常来的时候，你心都是狂乱，那个都是心魔。你临终的时候要面对的是这个狂乱的心，你平常狂乱你没办法平下来，
没有办法静下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将来往生的时候更难，而且地水火风四大颠倒会考到你，对不对？你会啊，这个看到火山爆发，你会看到台风，你会看到你淹水，我会看到被石头压，那个都是身体的地水火风变化幻象，让你狂乱。你那个时候才想要定，很难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中英文教得度的，要研究度过生死大海的。所以英灵复现的救度这一篇也是在教我们，后面有引领文的。可是哦，那个要引领文，要引导王者要怎么走的，这个你们又是一个知识，你们一定要明白，一定要走，一定要懂哦。所以你也不要说我没有时间看书，将来你病重的时候，连现在想要现在要看书要念咒都不可能，因为你的心已经狂乱了，被身体骗了，狂乱了，静不下来了，那个才是最可怕的哦。好，再来，那个 Christine Go， 哦，这个谁，哇，这个人贴过来东西啊 ，Christine Go Anna 啊。哦，对啊，林玫瑰说看师尊的书，哇，有人一直贴那个，贴那个Messenger， 林玫瑰说看师尊的书让心灵成长，每天都会都念心咒，所以你们一定要读师尊的书，读师尊的书，如果你认为是文字，那你会讲说啊，就念过去而已，那个不是，其实师尊的书是法流，法流加持，法力加持。所以你难过的时候朋友给你鼓励，可是你永远不满足，为什么你永远不满足？因为没有加持。我告诉你，是师尊的法力让你满足了，让你的心平静了，因为你朋友鼓励了，然后等一下你又乱了，等一下又朋友鼓励了，等一下又乱了，亲人鼓励你，等一下又乱了，他没有加持，他只是一时给你的心给你的鼓励。人跟人是彼此要关怀没有错，可是呢你活着的时候你也是要去超越这个，最后是师尊给你加持。所以呢你读师尊的书，他加持你到什么程度，那个灌顶哦，所谓无我啦，无常啦，无事，其实全部都是很大的灌顶，那个灌顶的法流一灌顶的时候，直接把你烦恼的记忆体拿掉，你等一下你突然忘记我刚刚在烦恼什么，那个烦恼是会记忆体会拿掉的，你知道，可是我每天大脑都装了好多东西哦，好多杂七杂八的，所以那个烦恼你每天你没有办法清你的杂念，你临终的时候你就会很多的狂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呢也在读书会的时候呼吁，让大家能够更进一步，你读了师尊文集，那你注意自己的成长，那已经不错了，但是呢还要再更进步，祝福大家哦。 Eddie Busono 丹丹丢啊，以前说可以先引领自己，我觉得这篇再说的是我还没往生前好像可以这样做啊。 Christine Go 还有谁啊， Lisa Jan，哇，还有二十一点了哎，还没有念完哎，好，才讲到说人的那个生死啊，那所以人的灵魂，虽然讲人的灵魂要离开身体，是的确要受到很大的挣扎，所以呢，当这个中阴虽然写到说，当中阴就是灵魂，人死了之后灵魂离开肉体的时候。那个完全要靠你心灵的力量哦，心灵的力量，你不要奢望那个时候你才把狂乱的心放下，不可能的，那个是你现在就要学，你现在每天就要做，一定要做得到，心念一力转身在极乐佛国，如此才算是不虚往生。好，那就是时间又到了十一点，还没有投稿正佛不列障的口号的同门赶快投稿，那我们现在
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唱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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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啊，在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相聚一堂，大家互相鼓励，互相勉励，然后呢，在玄秘的力量师尊的书里面讲到的啊，因灵复现的救度 ，OK， 那你自己呢，在活着的时候，你要如何救度自己？你要靠谁来救度自己？朋友吗？亲人吗？孩子吗？亲戚吗？家庭吗？同门吗？你自己最后是要自救，那你如何自救？仰赖师尊自救，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重点，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我们真佛不锐藏投稿口号的活动，支持真佛不锐藏，赶快会后赶快去投稿，投稿时间到明天晚上12点。好，大家的那个投稿的我们会给你编号，礼拜一正式投票，谢谢大家啊，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那个真佛天空新闻台来给他按赞转贴分享，也看看我们在新闻台跟大家贴上的如何加入真佛不锐藏的影片哦。俊雄有告诉大家，对不对？四师法五十颂，师父交代的一定要去做。师尊在大法会一直呼吁大家加入会员，如果你去做了，你就得到传承的大加持哦，不要忘记哦。给师尊救命，爱死喽，呀比，不灵不灵。好，明天晚上啊10点，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，大家再见。